别误会，我是熊猫，不是国宝。话说昨天晚上体验服又再次偷偷摸摸的更新了，这是更新的英雄可牛逼了，二师兄猪八戒。为什么说他牛逼？因为随着他的出现，体验服的悟空都被下架了。你们说牛不牛逼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八戒的伟岸神姿。说实话，有点闷闷的，胖胖的，矮矮的，然后就是这个尾巴。是的，你们没看错，就是这个尾巴。猪也是有尾巴的，是跟那花生豆发芽似的尾巴，上面还绑着个花，看来甜美的设计师也是个有情调的文艺小青年呢。虽然西游记中的八戒没尾巴，但是猪是有尾巴的，所以八戒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战士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你们觉得是八戒可爱还是梦琪可爱呢？好吧，看完模型我们就直接从实战演习一下八戒的技能。这里我不得不说一下八戒的走路姿势，那是相当的萌萌的，非常符合八戒的设定。首先是一技能漏蛋蹦床，顾名思义，八戒化身成为一个漏蛋，然后弹走鱼人。是的，这个技能相当于八戒的位移技能，第一下造成伤害，第二下还能造成击飞。不仅如此，卧底还可以向前翻滚一桌半，据说是因为太胖的惯性。这里要注意的是，八戒的一技能是可以翻墙的。接着我们再看一下二技能，这是八戒最强的核心技能，倒打一耙，俗称壁咚。乍这么一看是简单的钉耙一丢，似乎很鸡肋，跟壁咚没什么关系。但是只要你把技能对准墙壁，让钉耙的终点触碰到地形，哇，八戒就开始自残了。这个技能的关键是八戒和前面之间要有个人，最好是个女性，像这样美丽的女性。就像这样，点击二技能，就这么一顶，砰！上官婉儿直接哭晕在墙上，巨型壁咚。然后事情远远都还没有结束，二技能还有个被动，就是释放技能后，八戒的下一次普攻会变成回手掏。我再顶，我再掏，我再顶，我再掏，周而复始。其次，就算不使用技能，八戒每五秒就会产生一次回手掏的技能，只要看他的钉耙发光了，就知道他可以施展回手掏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大招圈养时刻，顾名思义就是养肥的崽了。八戒向前施法，产生一道人工的三面围墙，再次点击技能可以让围墙消失。这个技能呢，配合八戒的二技能，团战可以打出出其不意的惊人效果。就像这样，用完三技能立马接上二技能，可以将所有的敌人都全部撞晕在墙上。最后我们来看看八戒的被动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逆天的被动啊，变相程咬金的大招。这里我先去自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的不是护盾，并不能为八戒抵挡伤害。这白色有什么用呢？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血量低下，即将死亡，但是因为这个被动，我去攻击敌方的话，我所打出的伤害会疯狂的回血，而且不是慢慢的加，是暴增的血量。这个被动有多逆天，我可能很难解释得通。给你们看看我的实战视频，大家可以看到近乎死亡的八戒一直靠着被动逆天反杀，当然前提是要出一些攻击装备。好了，最后我觉得设计八戒的人是真的有点邪恶，为什么？你们看吧。